圈，谢谢新来听的关注。暑假升三年。
道什么是怎么练是正确的，然后你再去找一些专业的老师去练，这个问题是不大的。那可能比如说什么都没练出来，然后再找当地的老师练，不是说当地老师不好，可能就是方法的不同，练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看来我孩子慢慢现在对，就是普通，就是文化，靠文化课考大学的孩子，他有很多的不确定性。但是比如说你走艺考，不是说一定要走艺考哈，但是走艺考的孩子去考一些师范类的学校，包括舞蹈学啊、舞蹈教育，然后再考一些专业类的学校，可能就是比文化课的孩子考的大学要好，这就是事实。小朋友的头发是怎么盘的？
Thank you.
拜。